各位好，今天为大家评比 PS2 的 HDMI 新与旧款转接器。感谢游戏职人社长引进，才有 CP 值这么高的转接器可用。现在为大家开始解说。首先是旧版的 HDMI 转接器，可以看到正反面都有说明贴纸。再来是新版的 HDMI 转接器，正面因为很空，是我自行加了贴纸上去，反面也是没有说明贴纸的。这是装上 PS2 的样子，记得要外接 Mergo USB 电源才可使用。现在我们来设定影像输出，此款转接器是 RGB 讯号，所以就选择 RGB 模式。如果选择色差，画面会变成绿色。切换转接器上的4:3与16:9按钮，画面也会跟着改变。有时会因电视相容性问题，开机后无讯号，也会用到这个功能。现在就来比较新旧版本差异，以下会直接播放画面比较简单叙述，就不做语音特别解说。比较新旧你勝負！Thank you.